起步跳出嚟最快裏邊落檔嗰啲馬咧，見到係聯安大興咯，開邊一對馬都快噶。包括咧紅色帽嘅獨步天下，中間粉紅帽嗰只咧就係奇峰王者啊。第四位灰馬夾住咧嗰只係順天應時嚟嘅。後立馬三隻裏邊落檔赤飛龍啦，中間位置嗰只暴風雪，再開邊尾二位置嗰只馬咧，見到咧。係，都係嗰只龍之樂嚟嘅，遠巴尾嗰只馬咧，暫時係好勝進著起步慢咗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呢個五百米彎單騎，放喺對馬前面放嘅，裏邊落當聯安大興啦。開邊跑上嚟，見到係順天應時啊，第三位上翻嚟啦，見到好快就係赤飛龍嚟嘅。咁啊四位啦馬開邊我當就奇峰王者，中間位置攝裏邊攞欄咧就係嗰筆咧，咁啊係獨步天下嚟嘅，後少少嘅三隻馬啦，捉翻住見到咧，裏邊內檔就係暴風雪，唔入鏡就龍之樂同埋嗰只包尾好勝進著。好啦，仲有百米，中間越衝越勁就開邊外檔嘅赤飛龍，赤飛龍人第一組試習嘅跑第二名，見到係聯安大興，第三名順天應時，獨步天下跑第四嘅。